这会议由中央党部文化工作会主任吴俊才主持。教育部长蒋念士首先报告了我国代表团是在十分精简的政策下而成立的。他并且介绍团长徐亨在会中报告了整个的情形。徐团长说，22位选手7位支援是极精简的原则之下而组成的。另外，关于会议代表更是经过慎重的考虑才聘请的，他们都将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到奥运会的各种战场上去争取主要的胜利。